地热谷，日治时期称作地狱谷，是台湾最早发现的温泉。日俄战争时，日本伤兵在这里疗养，北投温泉因而著名。许多温泉旅馆纷纷出现，伴随着历史的痕迹，蕴藏丰富的故事，而许多休憩文化也因此展开。午夜梦回，在北投悠闲的散步，避开城市的喧嚣，停下感受，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。